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惠丽。今天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专题，我将为您介绍的是由吕瑞英老师主演的越剧《桃李梅》。越剧《桃李梅》是吕瑞英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越剧男女合演剧目之一。在这出戏里，吕老师扮演的三小姐袁玉梅，正是她最擅长塑造的那一类机智聪慧的青春少女。
喊啊喊，牛里妹开门来。为敲门是谁？是玉兄尹文明来了。原来是表兄来了。啊，表兄，你一路上可好啊？好，一会儿没开门啊。啊，表兄，你我事情都已长大了，这开门相见恐怕多余不平。哎，你我是有青梅竹马，事情既定，八年之好，开门相见悠悠不可，何妨玉兄明日就要进京观考，难道二妹连句叮咛的话都没有吗？这个，小妹比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回来了又怎么样啊？哎呀，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明白得很啊！既然明白，表兄请回。哎呀，十六本天他还是要我回去。好，既然二妹待我父亲，那我即刻启程，再不登门。哎呀，表兄，你不要误会，我来了，我来了。在吕老师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生涯中，扮演过无数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越剧志甚至把善言聪慧少女作为吕派艺术最大的特色之一收入词条。不过吕老师自己说，在这么多阳光女孩中，才华和胆识绽放的最为灿烂的应该是桃李梅中的玉美。他郁郁
托出官长生，余生生死随若当心。二妹啊，心高命薄不女生，你只能成事守天地在心。人定胜天有故事，郎家四大能做天，一路击杀你我们，你分得君王到何处，总比郎分赢。但愿孟母兄岳父弟，女孩难逃就不能见你，他只怕当户不成反上身，总不能眼困耳急被虎狼啃。世事只一定，休为我一城泪抹寒门，拼却一世报倾城。
桃李梅中的袁玉梅是一个胆子大、主见强、大智大勇的姑娘。袁玉梅具有超越常人的主动性，这是吕瑞英老师在仔细分析人物后得出的结论。抓住了这一点，她的一系列举动就很容易理解了。刚才大人要问普法，这个普法们就请他讲讲吧。好，我来问你，玉里小姐的名可有普法？普法们有，倒是有。上院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普法倒是有，这
怕大人难办。难办？哈哈哈哈这世上还有我难办的事？大人办得到，小仙万事不敢讲。为什么？只怕出版王法担责不起。怕什么王法不王法？一切由老夫担待，你行官将来。那么大人听了。讲。红衣红中穿在身，谁谁要进你三间，要官府乱家没宁静。这大人啊，这个普法大有文章，不普吧大人娶不到美人，要是普吧大人你有欺君之罪呀。大胆女妇，你这是有意刁难老夫。哎呀呀呀呀，老夫人啊，反正我是怕大人难办。大人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我是不管去，可只怕出完王法。大人是一切由他担当。对对对，如今惩罚日有急有恼。莫非大人谁是怕王法？莫非大人谁不想娶我李小姐啦？这大胆女巫，你尽管出言不逊。哎呀，大人，这位女巫讲得很有道理呀、啊。常言道，龙配龙，凤配凤。我家二妹既是大名女子，这普法实乱心机。大人，你权大势大，满是这本府乱象，就是巡抚乱象嘛，也不难判到。这个该死的状元把你讲得好。啊，老夫人，这三张条件我简简意中，郎月两家这门亲事嘛，那。就这样定了。大人啊，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你可要考虑再三哦。老夫是一不二夫人，尽管放心。老夫人啊，要是老夫人怕口舌不平嘛，可请总兵大人将此三样条件写在跟帖之上。一来嘛，好扑一扑八字上的晦气。二来嘛，也免得老夫人不放心。哎呀，讲得好，老夫人啊，那就写在跟帖之上啊。大人啊，万事不喜的为好啊。吃饱平安，谈心无妨。现在跟帖之上冲一冲晦气，也是好的嘛。来呀、啊，别没时候。要少用瓦洗。邵雍娃在待变，遵命。跟帖上补写：凤冠亚白接去，凤冠亚白接去。本府乱家宁清，本府乱家宁清。啊，老夫人，等三张条件配齐，老夫就来花轿。对，大人啊，慢嘞，慢嘞。这宁亲呢，不能急急忙忙，要挑个好日子。对，要挑个好日子才对呢。那七月初七是啊？七月初七，哎呀，牛郎织女一年一度才是个好日子。七月十五呢？七月十五嘛是个鬼节，不吉利，更加不吉利。八月中秋怎么样？八月中秋。八月中秋，老夫人啊，都是个好日子。哎呀，牛啊，八月中秋，老夫人啊。八月中秋嘛是团团圆圆的好日子。那就八月中秋吧。好，老夫人，跟帖喜鹊一言为定，小婿。
告辞了。送卡送卡。一副。你呀，这件事又划在你的身上。哎呀，母亲，这一次你可错怪大姐夫了。你这个丫头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呀？现在这份亲事像木板钉钉子的钉死了，今儿怎么办？今儿怎么办？母亲，把病拿才睡，叫娘不用愁。魏延好袁玉梅这个人物，吕老师曾经对他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其实在这出戏中，因为袁玉梅有好几段男扮女装的戏，所以一个人跨了五个行当。这五个行当分别是花旦、贵门旦、彩旦、小生、官生。如何演出其中的区别，而不是简单的图解人物，这可是门大学问。我要追你，我是小贼呀！
夜里买不到郎神要找不配，不担心叫张暖儿入不散，不担心高唱出身郎难追，到那时你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远远没上了世上一个远远没只为一对表兄妹，只挑一扎和新郎你我你我年出大人杀不大郎在我身上看金钟千万岁，在仔细分析人物、挖掘表演空间的同时，陶丽梅整出戏的唱腔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吕瑞英老师与史继华老师表演的《同舟》一段中，男女生对唱的配合珠联璧合，堪称典范。女儿家城门，我
少金风不不成小弟红衣襟，啊！都知道红颜照应成功子，下原来巧在水中人，意中人无算。小一撮似风流，一股一盘杀幽灵，一定是兄长自己佛经修。如今他已官衔特衔，进京官考取了。这是好哩！啊，请问爷的风雨官路，莫非也是上京官考取的？非也，我乃到朱大人台前告长去的。告长，莫非也是为那郎恨英？正是高那老臣。好啊，爷的。怪不得你我萍水相逢一见是故，原来爷你与我志同道合，肝胆相照。是此时来，你我弟兄又更亲一人了。哎，岂止亲而又亲，应该算是亲而又亲了啊！啊啊！哎，正是愚兄闻说那朱御史身传重病，已有三个月不能上朝理政了，爷爹的丧，这怕一日搞不成了。阿兄，这便是何事？好啊，哈！爷爹不用说起，以愚兄之见，你何不随我一同上京官考？他这才能熬得住尊，帮上告状，你我也好同心压力，共事全歼，你看是何？这，哎，爷你不要犹豫了，你我就结伴同饮。哎呀，这样不好。
在除霸一场戏中，袁玉梅的身份是巡安大人，任务是引君入瓮，唱一场比真戏还要真的假戏。吕瑞英老师通过一连串装腔作势，甚至有点夸张的表演，起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接着两人，老夫发轿前来接去，不想新政府与严文民进官强亲接神。哎呀，大人，陈大人，是此时来赋予他执法万法。大人明鉴，待严文民走。严文民传见安远大人，大胆严文民。三位府尹尽管知法办法，尝试抢亲。启禀大人，尝试抢亲的乃是老客林啊！大人休听他一派胡言，郎元吉亲有脉有证。夫人为媒，赵云娃夫妇为证，更替为证。传赵云娃。是，赵云娃上堂来了。赵武林都急杀身，请问传武下调文，眼前文明转下风，谁不想叫真主神。赵云华春季恶怨他人。赵云华在殿下的我来问你，郎元两家结亲可是你做的媒？禀大人，大人，这更替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他是来不掉的。你身上来。你我愿背着他。你的女儿是何年何月何时出生？启禀大人，此女月里乃六月初三，貌似降生，一年一日九岁。啊，郎大人，这庚帖之上写着年方一十八岁，二月初二辰是出生，这庚帖不符，还叫是何道理？可能是大麦生一时疏忽吧。你晓得你。奉官衙门接去，本府乱家年轻。哎呀呀呀！这难道也是疏忽不成？大人，这毕竟乃赵云娃所写，大人理该分他。大胆赵云娃，竟将御用之物写在庚帖之上，难道不知欺君之罪？禀大人，小官是奉总兵之命书写的。你想抵赖，想陷害老夫？你万不与我从实讲来。哎呀，大人呐，总兵是他一向横运不法，
设下圈套，强逼自愿华阳。小官为媒，一直催于无方。这本府论家是他逼我推荐，他做多端，早该千刀万剐。赵文云，我呸！赖宗斌，看，小官句句丑啊，这应胆小不管杀他。大人，向赵云王来私立小镇府兵务局，岂能信他？大人啊，富有凭据。送君上堂。禀大人，奉官衙门官府乱家法正取材。撤走。走。升堂。区区小事何用多问？知法犯法，常是强抢的也是你。老夫就是喜欢那个丫头，你又能判我何罪呢？你四百文银私杀乱将，藐视宫廷，我判你个欺君罔上之罪。冯一乱家总算是我收着，可是今上帝使用，我把他献于王家，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哼，王英一方思想抱怨，林子女遭强抢，红衣乱家官司吵，四十龙平土门翻，绣一寸为紫黄毛，铁针四散气涌门，残月黎明破四虎毛，欺君王藏土门不归，说咋嘞？让你来奉旨官员，只怕帮我不得。你得退官困，御史上奉宝剑先斩。嘿，那么文件放下去。好。像那欧元大人年纪虽轻，可他端起碗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啊，严大人，沈大人，本院此案端得苦功，杀非大人命。
断我夫妻精神，恐难断日了。你与哪一个断日啊？启禀大人，就是此女月里呀。陛下都来。孙元玉礼上堂。是，元玉礼上堂。元玉礼叩见堂子。元玉礼，你莫抬起头来。在《桃李梅》中，吕瑞英老师成功饰演了女扮男装的袁玉梅，而这女扮男装，吕瑞英老师倒不是第一次。1957年和陈少春老师演孟丽君时，吕老师就出演过女扮男装的孟丽君。陈少春老师回忆当年的情景，曾说：“第一次彩排，在后台，两人都穿好戏服。”双双往镜子前一站，看着吕老师俊俏的扮相，陈老师不禁脱口而出：“瑞英，你比我好看呐。”弟弟，母亲啊，有没有我乔装改扮离家乡，高唱不成我今好唱。唐元风情安安，黑天才金子在忙，今日里是宝亮红元色红元色，恨爹娘可女儿苦相暖儿娘。一出《桃李梅》最后以欢笑告终，大家是否也感受到吕派艺术带给你的欢乐呢？观众朋友们，下集节目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走进名家，欣赏名段。观众朋友，大家好，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钱惠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为您介绍的是粤剧吕派艺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花中君子》。《花中君子》改编自粤剧传统折子戏《陈三两爬堂》。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当权时期，吕瑞英老师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处淤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李素平的艺术形象。呀，你看嘛，弟弟，心不甘，不放出来。哎呀，弟弟，你是等着，这边是我吧？弟弟，我们在想象的是举军无伤。弟弟，哪里可想呀？弟弟，你喝酒嘞？在这里，舍得的，舍得的，嗯，是舍得的。方才有一少年书生，竟要背负菩萨，我想这日抱着把我忘记在这里。哎，弟弟，正好救我们的最美知己。凤鸣，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弟弟，我怎么了？你怎么不背上去还给人家？这，这管不上了。你是困难的为书生出门，怎为非官不上？嗯，这名字女人不正经的。弟弟你，哎呀，弟弟，你怎么忘了？弟弟是我们乡的负责人。
在花中君子中，吕瑞英老师和赵志刚饰演一对相依为命的姐弟。虽然当时吕瑞英老师早已成名成家，但面对作为后辈的赵志刚，吕老师不仅毫不架子，还多了一份耐心和细心的提携。你出来要买买路，要买买路，thank you.
李素萍的思想意志从何而来？排演这出戏的时候，吕瑞英老师一遍遍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发现李素萍的性格和他自小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而他的洁身自好，他的意志坚强，乃至他的文采书法，无一不显示出这个女子与众不同。
这一个是苏宝也断命哦，这一个啊说来您也许不相信，吕老师还曾经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过李素萍的心理变化。通过分析，吕老师认为李素萍通过不懈的苦斗，最终实现了自身对于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创造五个层面的需求，人格发展的境界和程度不仅完整，而且堪称完美。Yeah.
这心到底会对虾的、啊、这是家教养啊，都为表弟送的。奴婢不了，请你再送一批靴子来，我叫妹妹真的要容你。好，花魁斗赃官是花中君子全剧的最高潮，这段内容不仅激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官场堆人的腐蚀，还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恨宝儿狠毒无人性一段唱，是李素平内心诉于求的表达，但吕老师认为李素平的身世固然是悲苦的，但由他自己陈述时，不会苦苦哀哀的救人怜悯，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关老爷为自己做主。Oh,
了，是谁将你满月可上？当今皇后，既然如此，你当跟那客上殿去。小女子不愿殿去。此水中两鱼何不好？怎不不愿？小女子有下庭之病，有你讲。斗赃关中，见凤鸣气得我五内俱焚，是全剧最重要的唱段。吕瑞英老师唱出了心如刀割、痛杀人的李素萍的内心之痛。
在突然遭遇赃官竟然是胞弟李凤鸣的巨变时，李素平的痛是对他弟弟这个精神支柱殷殷期望的轰然倒塌，是失望，是气愤，是越哭无泪。但内心坚强的主人公绝不会是悲悲啼啼顿主捶胸。李老师的演唱随着人物从激愤到悲怆，从如泣如诉到情感沸腾，层层渲染，酣畅淋漓。
不是你寒窗夜过苦穷梦，几时花魁斗赃官的最后，李素萍求义弟巡安大人陈奎三件大事的一段唱，充分表达了剧中人对弟弟的良苦用心。吕瑞英老师的演唱满怀着深情和责任，而李素萍这个不平凡女子，独善其身的君子之风，通过吕老师的演绎也得到了升华。好，
既是挫败又是恩典，请秀主你将他关进一境，抵住禁忌一宿之力。欣赏了感人肺腑的花中君子，今天的名家名段也要接近尾声了。下集节目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救了大娘夫人啊，红娘夫人把石鱼捡，鱼鱼来早已心一凉，相陪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惠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为你介绍过吕瑞英老师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范瑞坚老师的慧眼识英才，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也堪称经典，而吕派和范派的经典组合也在吕瑞英老师和范瑞坚老师的学生程奇身上得到延续。
相比于凄凉辽宫乐的沉重，吕瑞英老师和陈琦老师在三看玉妹中的关系就让人觉得轻松多了。而这样的傻哥哥与俏妹妹组合，是不是也更符合你心目中的范派和吕派的特色呢？娘娘在上，小姨拜见。许先生，平生。服药之后，可觉得轻松一些。许先生乃是神医，我家娘娘已不亚于了，不亚于了。啊啊！请问娘娘现在
今天你小姨上楼，不知有何吩咐啊？许先生，我有一事同问。娘娘请讲。许先生，你真心啊？哎呀，娘娘，许先生当然是心虚呀。你夫妻何处？哈达门外。什么地方？哈里糊涂。哈达村。哈达村，哈达村啊！你祖上做甚的？祖上八代前人，我已是第九代了。祖上共有几人？家里共有六人。哪几个？爹爹、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失了五个，还少一个呢。还有一个是谁？是妹妹呀、啊！啊，娘娘千岁，你问小姨这样仔细，这人呢？这个冤家为甚枉？反对他们得难为答，听他话像真也像假，叫我怎样相信他？三番两次前来泄露给我，该当何罪？哎呀娘娘，小姨我真的是徐先生啊！哎呀，这……哎，你不肯真正话，啥都弄弄七八，我定要叫你。在《西厢记》中，吕瑞英老师饰演的红娘和张桂凤老师饰演的老夫人合作默契。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越剧院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他和吕老师合作表演《口红》的机会并不比张桂凤老师少。这位老师就是著名的老旦演员赵秀英。红娘，你知才吗？红娘不知才。我命你陪小姐饮尽茶水，只要你寻着他无影乱走，花江村翻又来
但是前世免得我同家发，你小命难安乐。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哎呦，哎呦！夫人不要说了，贵孙，红娘是你与我嫁嫁嫁。去问儿是什么？问儿么就是问儿，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去问儿，那张生他说了些什么？他是夫人将恩当作臣，今朝小生在断头上西边月。小贱人，你万不夸死你！他是红娘，你先走。先走？那我有小姐呢？叫小姐一转切落痕。一个女儿家也不想跟你叫她老儿做什么，老儿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叫她老儿做什么呀。以后呢？事情到这里嘛是完了，哪有许多的以后呀？小心人你万不夸死。防守是先防守，得怕羞是先怕羞。这事情已经有多久了？哎呀，夫人啊，红娘夫人把十余金。堂堂相国府君，竟出了这样出关露丑的事！待我把这锦绣拉到官府去。老夫人，你去告谁？去告张生。这是冤不得张生，也有那个不识羞的贱人哦，也冤不得小姐。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人之过，这是你家的事，怎么怨得到我红娘呢？是此道怨谁呢？这都怨怨哪个？都怨你老夫人。怎么，都反是怨我？夫人咋告到本府？夫人
身上现有三个不死。我倒还有三个不死。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时君为破旧事，你曾面对三八身中虚魂，是把马将军真为旧现场葬身一封。宫廷被捕时，言而复信，你去难辞。出乎儿又反复儿，一路葬身这些相思，才是这冤女匡扶两得边，恨一辜负是家不念。你又不是这三得到于是文官子是谁家的千金完了事，到那时夫人终有莲花生，你将何以回答来？岂不是做没了相公的家生，一笑啊用双生花来形容吕瑞英老师和金彩峰老师也许并不为过。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吕瑞英和金彩峰通过丰富的舞台实践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流派。可以说就表演风格而言，金派和吕派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当两位艺术家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时，这种不同就被巧妙地转化成了互补。
俏皮的红娘，羞涩的莺莺小姐，舞台上熟悉的这一幕，或许会让一些越剧老观众想起吕瑞英、金彩凤两位老师的青葱岁月，想起东山越艺社的三顶甲。但谁又能说台下的姐妹情不如台上这对好姐妹来得深呢？Thank you.
亏你的追问，被瓦人知道认什么瓦你。小金，你叫我去宽他，我叫你去宽他，那是秀美之境，有别一下。哎呀，小金，张生他愿意我小姐做秀美吗？是不是老夫人虚了又拉，人家管这样讲，管这样想吗？就算我今夜亏不了他，他也不该是此。也罢，等我睡过几天，为得了他，也就是了。哎呀，小金，小金，你这是想什么嘞？这样你不是要害了他吗？你不知道，啥不为得了他，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你。在和金彩峰老师搭档之前，吕瑞英老师也曾经与袁雪峰老师合作演出《西厢记》。如果说当年与袁老师合作之初还不免有些拘谨的话，那么到了与金彩峰老师搭档时，吕瑞英老师的表演就可以说如鱼得水来形容了。而台上这对小姐与丫鬟之间也更多了一份平等和理解。
山夫人》是吕瑞英和金彩峰两位老师合作的又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大戏。在这出戏中，吕瑞英老师扮演柴夫人，金彩峰老师扮演岳夫人，舞台姐妹摇身一变，成了两位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杰出女性。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奉见太夫人，下面可是有请的是正是今次来此有何话事？妾身待幸福有备，先来领旨。你把我三家困得疼地平据三夫人的导演韩毅老师说，这出戏应该具有交响乐般的磅礴。吕瑞英老师饰演的柴夫人好比黄钟大吕，外在的庄严大气是阳律，内在的千回百转是阴律，两者在一个人身上应该达到和弦统一，
而吕老师很好地表现出了导演所追求的人物内蕴，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形象。
面前跪听给为娘相夫人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儿媳不把公母背，那一股丈夫奸计又一般。心爱